次的基础位置。哦，好哦，所以岩石带，岩石带山猪皮哦，是，不会死啦，那次我会死。你盖在哪里啊？盖在哪？很讨厌。等一下哦，萤火旁边，这边是射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影月跟泽平 ID 挡到了。啊？哦，要站这边，要站这边。哦，找不到登山卡，好难哦。他去烧踩到了。哎呀，后面都会顿一下。我来喽，我射喽，气死我了。哇！点亮一点，我帮你们点亮一点。准星哎、欸，谢谢，八星哎、欸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猛哦！谢谢。什么星？嫉妒你，嫉妒你打爆干什么？嫉妒你的才华。干嘛啊？八件而已耶。没事，我帮你拖去烧掉。啊，来换团团。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来啦，我还有灯哦。好冷啊，出界了，这是灵异事件吗？他的脚翘起来了。那我再一次，我要当原始反弹，有吗？第二个白圈圈、哦、这里啊，好，你就瞄那个啊，他不是饼中间有个那个吗？凸出来的，嗯，跟那个色啊。杰克回来了吗？快上线，杰克回来了吗？哇，他在聊天室出现了，还是有点歪哎、欸，歪。我们在等你啊，然后拿清水装，我们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在当冒险了。对啊，我们在练剑士剑法。发呆吗？哎，我回家了。你快等你。哎呦，有这里比较近哦。没有，比较远。耶，我来了。找不到登山镐啊！哎呦啊！登山镐在哪里？来换小鱼。喂，超歪的！哇，歪了，你踢界了，你还射到人？对，对，要站在这边，对，要站在这边看，然后还会射到人，应该是不至于。嘴巴咬苹果，哇，穿过去了、欸，哇，穿过八八哎，穿过八八，来换我，哇，小女戴面具哎、欸，穿过八八，嗯。啊，好歪哦，这好难哦，跟我一样耶、欸，超难的。刚刚到底怎么射的、啊？它是差不多有那个位置。对啊，它如果有动物的话，基本上都射得到。有歪了，哇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哎、啊，对了，做大柜，做大柜，我来做大柜，大富大柜，因为杰克进来的话，飞机那边不是会刷新吗？哦、对哈。对啊，我来做个柜子哈，我怕我捡到满。好歪哦！你无法携带更多小肉块，我没有小肉块啦。这是谁啊？我还有小肉块。这什么 ID 啊？谁待在我家门前？在凉亭前面、啊？蹲着。有哎、欸。哦，杰克进、哦，我原来是杰克。登陆中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做一下柜子。是等一下我们过去要蹲的过来的意思吗？可是你们不是都拿到潜水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要等你啊，要等你啊，就带你去拿哈。等一下你要跟小雨去双刷副本，对，你们要双排，双排四人。那个你跟小雨先去啊，我看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、哦。蓝蓝的那个标记走就可以了。我等一下。这个有。大柜好高，对，我要坐外面的，我柜子不要再放在凉亭里面，那个风险太高了。而且等到你家的门真是坏的、嗯，没有啊，我现在家里是凉亭哎、欸，如何？没看到他家里是凉亭吗？换了、哦，你去打，昨天在那开嘛，但还是坏的。你要提起我的伤心往事是不是？我现在只能穷到当流浪汉哎、欸。你去打那个树果，会打到那个种子，然后才能拿出来种。这个是。怎么盖歪的啦？好像说上次我盖歪的。泽平，泽平跟影月在认真找那个吧。我找不到登山镐的路啊！哇，有人在帮泽平跑那个线吗？他登山镐、啊，他正在找登山客。这是什么剑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
拆掉。哦，这是从这里跳出来。对，我的鸟屋一盖完就没去啊，瞬间。没。这样往回走就不对啦，这边是往回走啦。可是我觉得影月，你光你用刚靠刚靠那个，刚靠你的记忆力找到电锯跟武士刀，真的很猛哎、欸。登山搞啥？干嘛？我看你会半天，想说来帮你一下。不是，我在旁边想說，他为什么不会垂直回来在干嘛？投低一点啊。这就回去啦、啊。哎、欸，看到野人了。但是这边我们先分开看，有没有找到新。不一样的路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啊。找不到。嗯。哦，我觉得它那个岩石重生好。哦，它也可以放零食哎、哦，好酷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会有药？啊，还是哦，我隔空点到你的药了，怎么？小雨，小雨在哪里？到。难不倒你。难不倒你。他在我旁边。在这里。在后山上。我看到看到。天坑游下去之后，应该不需要登山镐，因为可以透过那个门、啊。对啊。可是那个门走上来，你不会路过登山镐啊。对啊。就我们还是要先找到登山镐才行啊。因为登山镐还是用在其他，会有用在其他地方。我刚回家。嗯。太难过了，等一下，哇，哦，主机端没有重开，他那个飞机里东西不会，什么东西？我以为是有人进来，飞机端就会重開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有需要重开啊，主機端对，伺服器重开，我叫声会很大吗？很大，听得到，截屏遮屏表示很非常大。你表示我不想讲话。德平害怕，不想讲话。德平害怕，真的不说。非常怕，那是猫在叫。刚口也是猫，刚口那是猫。太牵强了吧？可是猫啊，你们听到喵喵喵。一起喵喵喵喵喵喵。你看有没有很多只猫在叫？你面前撒个娇，撒个尿。不要撒尿。仓库哦。仓库要怎么盖啊？仓库其实看不到蓝旗耶。这边这边要近一点吧。仓库近一点点，因为你没有看过，所以就它地方可能太远。是设施吗？我累了，看一下。好，石头。反正就是这个方向一直滴滴滴啊。护甲储存架。哦，胶带在这。还是我那间当仓库啊？可是感觉很危险。很危险啊！动不动就来打。我觉得物资不要放在屋子里啦。哎、欸，野人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不在家。哦、哪里呀、啊？干嘛、啊？这边，这边、嗯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找到了吗？哎哎，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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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凶巴巴哦！我、哦、看到蓝旗了。对，在前面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看爆，晚安，看爆，晚安，有听路了，看爆你！这，真的，啊，这里我有印象，好多蝙蝠这样。欸、我拿一些，投来开就变回恐怖游戏了，对啊。怎么怎么？你要我一个人玩这个，我受不了。欸、你应该没有人受得了，应该没有人受得了吧？就不要有那种生物，还可以尝试一下。有啊，它只有和平模式啊。没有啊，没有那种和平模式。它没有那种生物啊。嗯。你还是说你说那个生物是野人？不是不是，野人还好。那如果野人会汪汪叫怎么办？很多野人会汪汪叫，汪汪叫是什么概念啊？我像找登山镐。是这里有东西吧？原来就差这个炸弹哦、喔！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就再往前面。这边这里，哎、哦欸，洞窟里面的东西重生超恐怖的，它是弹出来的、欸。对哦，啊，这台可不可以盖回去？我好希望有一台这个、喔。你说灯吗？对啊，那灯好痛苦。这边拿了哈、喔，这里拿拿。哎呦，跟杰克他们搞不好可以同步哦、喔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里哪里？
原来就差一颗炸弹哦！哦，看一下，所以墙要重新炸，墙要重炸，对，没有重炸啊！哦，没有东西，那就没有。最麻烦的那种，这里这个有那个人，所以他之前那种土制炸弹是怎么进来的？找到的，不知道是哪里捡来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也是突然包包里面有一个， okay. 好多好多零钱哦、喔。应该这个在这个洞应该没有缺东西了吧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在那个洞。嗯、没有特别东西，我要回去了哦。你有那个手搜还是脚胶？我拿到了脚，这敢超值。可是你要找他的，应该会有玩偶，叫你们找个东西。玩偶太难了，等一下。哎呦，那个东西一直弹出来，我一直被吓到，白痴哦、喔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会射你头吗？很准哦、喔，好像很准哦、喔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在摇头。Okay. 哦，哎、欸，你好猛哦、喔，神射手、欸。往前走啊！对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去看啊，我射三箭了。野人神射手。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好像是这里、嗯，都集中在右边，你比较偏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这里。你不要尿不准就好哦、喔。我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是一起尿尿尿，你看好高，你看你是你已经尿到马桶盖上面了，爆疼了，原来说明花花是你尿的，对啊，你看、哦、马桶盖哦，我都上完前都有看、哦欸，是不是要下去啊？要下去，对，要下去到一个水池边，你不然你射那只鸟、嗯，我忘记了，你射你头上那只鸟，要我去带吗？我看一下是不是专业向导，我帮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。这边哦，这边在底下。是这个吗？现在是专业向导。哎呦哎呦，我是不是射中了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。哦。射中啊！我大概懂。弓箭手料啊！你就整个覆盖住就好。你整个那个什么那中间那一根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里，然后往前走。你就整个木棍，然后覆盖住。哇！这里，火烤船团、啊，看到了，有了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这里往前走。是氧气罐，只能拿三罐呢、欸。对啊，四罐，我这边身上是四罐。哦，四罐，之前有拿到一罐。哎呀，那个十字架在哪里啊？地上，我不是说压在的路啊。对着地板点一压，你回家的路上。回家的路。不用啦、啊、弯刀到天坑的时候会拿得到啦，直升机旁边而已。嗯，哦，狭窄的路，就是哦，有，这里，这个地上，转弯呐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可以走了，拨布转弯，哇，没了，就这样了，好，是啊，导游关就是路，我的进度没有差太多，很多，很多，哦，我们打了超多只大只的，哎，而且都是在平地出现，我皮友现在是九格，我之前到十格满装。哇，哈基，你这个墙为什么越叠越高啊？它就可以一直叠、啊。我想要叠个两层吧，两层、三层之类的，然后就不会翻过来啊，不然他们就翻过来。哦。然后我也在帮他。这边呢？喂。这边呢？后面啊。好的。为什么没看到你啊？人呢？后面啊。我说我的手上还拿着那个十字架。欸你在我旁边吗、啊？你没有收起来吗？没有，还在下来，还爬没有，我看你收起来了。没有。他没有单独建门吗？哦，带门的墙。有带门的墙。有啊，带门的墙。那他就帮你盖门好了。哦。有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从另外带门走出来了。反正也是他已经有报警。那我试试看。走了走了。啊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光明真好。哦，金字弓哦，阿七哦，有两种剑哦。哇，两种剑士啊！可是他没办法直接插进去耶，阿七。嗯，他只能稍微微突出一点，或者是凹进去一点。我说那个门啊，那就不要盖门了。可以回家了。还是你要看一下，盖出来看一下，不要再拆掉。好啊，好。啊，反正那个按 C 就可以解决。五个木头就好了。我们这边完终于完成了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行啊。头抬不起，有没有双门啊？没有，他没有，只有单门的样子。回家的，我觉得盖右边了。这个真不要啊！你盖上去了，没关系，可以拆掉，可以拆掉，可以拆掉啊！你拆掉啊！好，啊，我想说左边那边才看起来像正路啊。啊，因为右边会来野人啊。哦，也是啊。
哎、欸，野人，野人，哪里？他们那边，他们那边。野人。